诸位众人，战火即将燃起，我们要挥舞我们的旗帜，挺起我们的剑盾，向着敌人前进，让他们知道魔法的力量和我们的勇气是无法撼动的。凡我精灵女王的臣民，莫忘我的指示，莫怯懦，莫惧怕，让我们一起奋勇向前，为精灵族和美好的未来而战。进攻！挡到我的光。进攻！失败！我的孩子们，你们不必担心。我的孩子们，你们不必担心失败，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下一次胜利的前奏。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，但有时候事情不会像我们预期那样发展，这是现实的一部分。不要失去信心，相反，请鼓起勇气，再次振作。我一直都在你们的身后，无论何时都会支持你们。请相信我，胜利将显示在你们的努力和恒心中，这是你们为了精灵族而战的使命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我永远会在你们的身边，为你们加油打气。